그만! 毛泽东，出去！中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俘虏，这是怎样的天下奇闻？这是丧心病狂的反动潮军！你能代表红军观点吗？能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勤劳的明天。曾国藩文人见湘军，本父子也能投笔从戎。 中华大地上，写下一部新的大书。大家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。